它干嘛？它就是这样子啊，它会这样啊，这样子、啊。你再弄出去一次，再弄出去一次。嗯，它有一点那个哈，还好。那你再拿放到那边去，放到那边去。好，不要理它，不要理它，人走开。我看它撑多久了，因为你这样一吃，你没有办法到捷运哦。人家就说啊，你这个，人家就会说啊，你这个怎么没训练？算没有特别训练哦，你叫他坐下看看，想办法了。坐。喂、欸，他怕，他什么都不做哈。坐。哦。握。握。他以前会握是吧？他最近会握。最近会握。有点。握。握。哦，你看他眼神怪怪的。没有没有，就是他会紧张哈。可是紧张，其实上我们很多狗到外面紧张哈，他有时候会逃脱哈。他到外面散步会不会怕？欸，他有啊，他在外面散步还好，但是有一次我没有带牵绳，因为以前他都会跟在旁边，欸，就吓到跑掉了。他就不走，不跟我进那个公司。哦，你要带公司进去啊？对。哦，那他以前会跟着我这样溜溜溜，然后我叫他，他就会跑到我旁边。好啊，你那有一次他就死都不进。然后你现在叫他不要动哦，你绳子牵着没关系哦。跟他讲不要动，然后妹妹先不要摸，然后你左右移动，看他会不会，你叫他不要动。不要动啊，不动啊。哦，他，不然你没有训练定点。哦，然后要叫一下。哦，这个，就是说，其实他可以训练很多那个简单的才艺啊，但是他现在那个心情哈，不适合，只能先训练他服从。嗯。哦，他现在，你弄一次看看。他会不会比较听你的？我看一下，叫他坐下坐，坐，坐，坐。你是要拿食指才有办法坐，是吧？对，你还好，坐。你看他现在好像失魂落魄哈。Hello，你看 ，Master， 灵魂没有在身上哈。你看，坐。好，这个好听，坐。好，叫他等哦。等哦。绳子稍微短一点。等哦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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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比较好，因为他一样，他认为说你根本就以前不会对我这样哦，你就看你有没有办法绕到后面回来。绕一圈。好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要让他不动嘛。你现在不要用丢的 ，OK， 你就把它抱起来抓，抱起来很乖，这样赞美它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，哎、好棒啊！好，放在地上，好，随便它，对，好不错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因为我们现在要强化它不动，等哦，看有没有办法真的绕一圈了、啊，啊，你要矫正的时候不要让它跑掉哦，不要移位哦。哎，快快快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，这次很好，就是他被你矫正，他也是要在那个点哦，不是说跑。应该是点选的不太。因为没关系，就是我们主要是让他知道哦，不动很重要。好，那你绳子维持住哦，你坐在那边，看有没有办法叫他不要动，绳子不要放掉哦。慢慢做，慢慢做。他可能看你做，他就要过去；看你有没有办法，矫正的时候，他还是要在这边哦。给你一点挑战，就是你现在有一点距离。他如果要动到你那边，你怎么让他再恢复，很快恢复在这里？对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你看哦，平常他没有训练，你做他马上就过去了。哦，你现在。因为你这个姿势哦，它比较会动，你叫它来，叫它来，叫它来，叫试试看，叫它来看。
耶、yeah, 莫凡嘉兰你干嘛啦？没有啦没有啦，我叫你来啦，叫你来，没事没事没事了。